内地音乐选秀节目《我是歌手》因为集合了林志炫、杨宗纬、彭佳慧、吉星小琪等众多台湾实力派唱将，在台湾也成功掀起追捧热潮。4月12日晚，《我是歌手》总决赛火热开战，台湾各媒体争相报道。不过，东森电视台却以新闻播报的方式几乎全程直播，引发了不少争议。甚至有网友讽刺称，新闻台变成了综合台，结果只是帮别人搭桥。据悉，东森新闻台在晚间7:30便开始聚焦《我是歌手》，未获授权却标榜全程直播，赚得 2.15 的高收视率。对此，湖南卫视已表示，将与授权的韩国 MBC 向东森新闻台采取法律行动，指控其违法盗播。但截至目前，东森电视台并未作出回应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